我的搬家清货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，很感谢大家最近的支持。有宝就想问问还能薅点啥羊毛，今天就再来做个合集吧。先从小电炉开始，平时你们入一套这个都需要20几、30几块，现在炉子加勺子一套17.9，还送你一个模具和气球狗的章头，还剩下不到10套了。需要的宝子快冲吗？没做过这个熊的宝子，熊熊家族6件套的模具还有一些，做一套同色系的熊熊作为摆件多可爱。对了，这一套蜡笔我用的是锦鲤。总是有宝子问还有没有大猫爪模具，这个3件套里面还有的哈。猫爪不管是做冰箱贴还是摆件都很可爱，还有一些绝版了的模具我就做成盲袋了。差点忘了，还有这个11件套，平均一个才2块多，这个可太划算了。你们爱的独角兽也在这里，章头已经不多了，有喜欢异形和复古章头的宝可以去瞅瞅。重点来说说蜡笔，盒子装的现在还有10个装，拍一份发5盒，不会重复的。除了马卡龙就是莫兰迪色系和细闪，都是热门和常用的颜色，一定不会踩雷的。瓶装蜡笔还有一些200毫升一瓶装的，有4瓶、10瓶、20瓶可以选，20瓶的更划算，不到6块一瓶，还送你电炉。这个羊毛已经不多了，需要蜡笔很多的宝子快冲。最后这些蜡烛、垫板、手柄、勺子、搅拌针、镊子、火炉，全都是送你们的，会随机放进你们的包裹里。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过几天出完货我会做一个抽奖活动，大家期待一下吧。